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9月28日起，关注携程二楼，我带你逛吃游重庆。欢迎老板，欢迎你。你大参加要高一，娃娃要自由，也不算上高考这段时间，差不多有两年了，回到重庆。嗯，好吃。你放吗？这样上就很不情愿的，这就是我的人生的。重庆好玩的地方有很多，希望大家吃好、放好、玩好。我是王俊凯，重庆人，王俊凯。